大家好，我是黄世煌，我是台中市大甲区人，从小就对木雕有兴趣，国小毕业后就到苗栗西武拜师钱昭木先生习习木雕的基本技艺，吃师后我就回到大甲成立自己的工作室，从事雕刻工作已经有56年了。我刚开始做木雕都是雕刻人像为主，像是观音、福神、孔子这些外销日本的神佛像艺品，后来外销的景气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，我就开始转向创作设计，像是怀古乡情主题，就是雕刻农村的生活景象，把人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情景雕刻出来，这样的主题比较有趣，也比较有人情味。木材的部分也从以前自制化的方式转向漆木雕刻创作。木雕这个工作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，所以木雕师在创作的时候要勇于创新，与时俱进，以材花体，由体寻材，由木材的造型姿态来创作主题，更能表现作品的生动。